Brittany. 你好，我喺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工作，我将同你倾下喺露营时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处，以及如何保持营地清洁与野生动物安全共处，例如松鼠、远熊，甚至系熊。呢度举一个会引嚟野生动物嘅例子，我哋请你喺离开营地时带走呢啲物品。无论是开封还是未开封的食物，需要收入车里面或者防洪箱。杀虫剂、驱蚊蜡烛，甚至好似牙膏和防汗剂等卫生物品，亦可能引来野生动物。这些物品会引来野生动物，是因为它们都有气味。冷藏箱亦要注意，无论是打开还是盖上，都要放在安全的地方。野生动物知道冷藏箱里装了什么，所以即使是盖上，也可能会引来野生动物。露营者请注意，我们禁止在露营帐篷里放置会引来野生动物的物品。因此，食物、冷藏箱、垃圾、任何带有气味的物品都不要放在好像露营帐篷这样的地方。野生动物会沉住气味过来，引发危险。请露营者将会引来野生动物的物品放在防洪箱、车里面或者其他有硬外壳的容器里面，露营车都是一个好的选择。什么是防洪箱？它是一个储物箱，用来存放会引来野生动物的物品，所以请将垃圾、食物、冷藏箱放入防洪箱关好，确保安全。大多数露营者都是开车来的，如果可以，请将会引来野生动物的物品放到车后箱中，动物看不到、闻不到。野生动物和露营者的安全都非常重要，因此我们要求所有营地都不要放置任何会引来野生动物的物品。